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呢条片咧就系、而家去唔到日本啊，仲咁咧，但系就想诶睇下樱花。咁呢个其实有一个好地方睇到嘅，不过差唔多就嚟冇晒樱花啦，因为天气开始慢慢转热。咁呢度边度嚟嘅咧？呢度就系沙田碧桃花园对出。咁其實你搭地鐵嘅話咧，就去到第一城站石門站行過嚟都得嘅嚇。咁佢呢度就仲有一紮啦，呢度啊，仲有好多棵櫻花喺度。咁前邊呢紮櫻花已經甩到七七八八啦。咁就望梅止渴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快啲去日本睇到樱花啦吓。咁但系都系出年嘅事啦，因为日本樱花应该去到四月，咁睇四月到都未必睇到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天气好好，多谢各位收睇。